你是非法入学的，靠你爸爸白人浩。我爸绝对不是那种人。你已经登上 IBC 的头条新闻了。你应该去找失踪的爸爸，跑来上什么课啊？这一切都是你的命，我的罪等我死后再受惩罚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，爱在乌鹊桥。